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这是我爸吗？不是爸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爸吗？爸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等一下。喂妈，我爸怎么了？他突然在直播间给我送了个抖音号，还一直疯狂的在扣666，他是不是喝多了？你跟他说一声。在发，哇塞你啊，他现在疯狂的在还在下面扣666，什么情况？哦，是不是喝多了呀？不是，就是他给我刷抖音号扣六六这个手术看着不太对呀、啊、完了，他离开了，我妈不会下手打他吧？拿了私房钱啊。喂喂妈，就是我爸、啊、这个什么情况，他不是私房钱都给你没收了吗？而且我跟你说，他刚给我刷抖音号那个手法特别娴熟，扣六六那个手法，我感觉你说他会不会经常在其他直播间给女主播，哎不是，开玩笑的开玩笑的。妈那个我那个我瞎说的，我瞎说的，你别误会我爸啊，下手轻一点啊。啊妈，我爸怎么样了？